观区，因为它景观餐厅，所以可能就是要让大家看到最美的风景。终于，那叫什么？翻山越岭来到了千野村景观餐厅，而且很多人。这个就是不用买机票，你就可以一秒来到日本的地方喽。他们的门票很可爱耶，是一个预手牌。对，我在猜，就是他的预手牌应该是可以在上面写愿望，然后挂在上面。每个地方的这个牌子都是一样的。对啊，因为通常日本就是他会有一个地方，然后可以写愿望，那你就在上面看到各式各样的愿望，交到男朋友啦，还是什么有的没的。咦，好可爱哦、喔。这个是整个园区的地形，看起来好像还蛮大的，就是有草泥马石，好可爱哦，可爱水准。现在应该是在这个门口售票亭，这个写完之后应该愿望就会实现了。2022年10月24日，总会实现的一天，看搞不好隔一天就实现了。门口这边呢，进来的时候有一个预手牌，然后我已经写完我的愿望，我就要来挂了。的时间真的超级快，那我就挂这个区。这当然就是要绑死结，有没有？愿望就一定会实现。我来绑了可爱的结，绑这样。愿望实现，这里很可爱耶，真的有那种一秒来到日本的感觉，有没有？耶！你不要在后面跳吗？这里很好拍耶！耶，好可爱哟、喔！而且你看，就是它这种整个氛围感觉，就是真的很像来到那种日本街道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穿和服的照片，这里应该是可以换和服的，待会来换换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先去餐厅。我们都是蓝色系的，而且我刚刚随便别，然后他就说不行，这样别啦，没质感。他就帮我弄了一个比较有质感的发型。我的希望 Ruby です。啊，本当に？好黑哦，好黑。你说你吗？因为跟我在一起啊。是吧？那我还是一样黑。对啊，是因为是人的问题。这个天气凉凉的时候来这边喝一碗，满足，就是很像在日本，就是那种一摊一摊的哦，鲷鱼烧，这个就是去日本一定要吃的。但现在鸡蛋还在踩，还在踩。谢谢，看下一家。哦，冰淇淋，而且它的冰淇淋感觉很厉害哦。我们来的时间算早，走去逛逛别的地方。现在是拍照时间，看他很欢乐的在玩。这个是神社哎，好运神社。啊？你刚刚怎么说？我说从那边走下来啊。好啊，可以啊。那你要走吗？还是你去走？难得有你可以入境的时候。去啦去啦，快点，你去走。这是什么啦？快点啊！我假装走掉了。快点、啊。去。哦，真是的。那我行，大家也看过了多次的浴衣，我也应该算是穿浴衣的那个常客了。常客讲讲很怪，因为今天就是还蛮多人来这个地方，我都听到他们在说好难走、哦，
我想说，哎，我好像已经度过了那个难走的阶段了，我就算是走得蛮得心应手的。它就是有个小诀窍，就是你要步伐小一点，然后快步走走走，这样。就日本女生走路基本上是很温柔、很轻巧，比较有气质、端庄类的。毕竟她们就是以娴熟著称嘛。你是怎样掰卡哦？哪有那么难走啊？你走得很丑哎、欸！就是因为它很滑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要小步小步走。对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可以，你来，我试一次给你看。刚刚那边比较陡啦，这边已经比较平了。然后女生，日本女生怎么走的？就是要小步小步小步，你知道，有一个节奏。可能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频道穿了至少六次的浴衣，有吧？六次应该有吧？假樱花，但这樱花很美，拍起来漂亮。樱花大道。对啊，樱花大道这里很好拍耶。放生。对，会不会被 ban？ 不会吧，我们已经结婚了，应该没关系吧？我帮你煽风。煽风点火。没错，煽风点火。我觉得这里应该不过多久就会变成那种拍照，对，拍照圣地。虽然说比较偏远一点，但是值得。对，因为就是来一个伪出国的感觉。很漂亮啊，而且就可以在这里玩一整个下午。带小朋友来玩也很好玩。我觉得可以带小朋友来。而且其实蛮热的，所以要顾，因为我们烤马蹄很容易烤焦，很好玩呀，很 DIY 的感觉。然后红豆汤，热热的。哇，它的那个铁观音牛乳很甜哎，很好喝，而且我是半糖哦，好吃吗？丸子，好吃。这是酱油团子，这个在日本是真的吃得到。酱油。嗯，黑糖，好软哦。可在日本的团子真的是酱油哎。它的食物有让我惊艳，因为我想说这里不就是很适合拍照这样，就是其实对食物基本上要求我会比较低，这样它食物是好吃的。四果派，我吃不太出来，很神奇。哦，有水果，有没有水果？这个是炸冰淇淋，这个炸冰淇淋感觉就很难雷的，这我小时候很喜欢吃。蛮好吃的，这冰淇淋是花生冰淇淋，哇，好美哦，透明的哎，超可爱的，它就是透明的果冻，没有味道的，它又搭配旁边的那些花生，可是很漂亮，你吃吃看，怎么样？我记得这东西味道本来就没味道了。哦，是哦，你有吃过？哇，朝思暮想的烤鱼来了，它的烤鱼。有在诚意耶，好，我来试试看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哎，它这个鱼超大一个的，厉害的，已经滚了。这个两个人应该是很难吃得完。重庆烤鱼，微微辣。哦，这个后劲有点强，是辣的，好吃。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